大家好，我是花坛 SN 永春汽车的阿乔，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我身旁这一款2019年的 Toyota Sienta， 里程仅跑53000多公里，它是一台载人载物都非常实用的车子。等一下我就来为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它除了载人之外，载东西也非常的好用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首先，我们这一台2019的 Sienta， 它是 1.5 的，配有 Moment IQ。载人整个底盘非常低，可以让你上下车方便，空间的平坦度也非常好，载货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哦。因为刚刚说过了，底盘低哦，你要搬东西的话可以直接放上去，平整，再加上我们的前面的座椅，我来放倒给大家看，它整个掀起来是可以让你的空间多出非常非常的多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 Sienta 的车内气氛以及内装。首先刚才讲的53621公里里程保证，再来有我们的 IQ Moment， 就会有我们的 Push Start， 原厂的音响、冷气、四排的变速箱，它都坐在一起、哦、没错，这个整合性非常高，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承受3公斤的重物的悬挂，它整个车内的给你的置物空间也非常的多，这里也有置物空间很多，非常很多。中间这里驾驶座没办法下车，你可以从副驾驶座下车，非常方便。再来，这是我们的这台Sienta的查定报告哦，它是全车满键，都没有更换的符号。那这边车骨结构这边有一个 R， 左后轮拱上面哈、哦，没错，有一个钣金校正的痕迹。哦，这个就是要跟客人讲清楚的，车况透明。买车估车来永春就打给英万永春。今天阿乔我为大家介绍我们这台2019年的Sienta。如果大家对Sienta有兴趣，欢迎来电指名阿乔，让阿乔为大家服务。或是各位观众朋友对其他车款有兴趣，也欢迎来电，阿乔一定用心为您介绍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